我是华德华飞，我在湖南，我在湖南的长沙，我在逛街，太阳比较大，我被晒得有点黑，我准备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哎，我听说有一个挺厉害的地方，我们要不去这里看看吧？走，就是这里，好像是一个酒店，就这个地方，楼非常高，非常厉害。就在这边，我们要不去这里休息一下，再来喝咖啡的地方，太平洋咖啡，好像很有名的连锁店。这里走进去，不过这种天气坐在外面喝咖啡有点不合适，有点晒，大概是就是这个情况。这里有个镜子，厉害了，我们往里走，应该是这边，就是这里，我们进去。走，你走。我们的房间在25楼，这上面怎么黑的？这几个有没有什么说法吗？懂行的人来看一下，为什么上面这个键按不了？它一共有30层，但是上面键按不了。2511。这边 OK， 走进来了。诶，这个房间里面好像有点行李堆在这边，有一个优衣库的袋子，有什么说法吗？这边还有一个桃子在地上，还有一个李子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有没有什么说法？懂行的人看一下。我们看窗外，窗外是非常繁华的长沙，很多人可能没有来过长沙，我把窗外给你们拍一下，感受一下长沙的一个情况。这里就是房间，这个东西是个衣架吧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的，非常厉害。看一下这个安全疏散通道，我们房间在这里，目测是这一层最大的房间，厉害了。这边什么灯还亮着，有没有什么说法？这怎么枕头都还掉地上了，厉害了。视频结束了。